吃我的香蕉啦！那乌鱼人翻过去了，加金蕉啦！哦，这不是金蕉，<笑>吃我的香蕉啦！啊！干他有帮我治愈吗？也有哎、欸，我倒了。 陆先生表示干你老师，哎、欸，走了。要换什么枪比较好？走了，西恩，没关系。国父革命都十次了，我们现在才两次而已，我们还有八次。没关系，西恩，我跟你说，失败不可耻，可耻的是失败以后站不起来。我跟你讲，从哪里掉，从我们就从哪里爬起来。我们等下在他塔下再打一次。我跟你讲。 代志不是公狼学呢，安尼，妈要死我碰到地面哦！这两人，那才疼。不是啊，你要活下来啊！啊呼呼！啊呼呼！啊，没关系，共患难的情感。啊、nice 哦，胖叔叔。 妈，你在凶？你他妈在凶？你真的是没被香蕉打过，我他妈的香蕉，生气，送啊！<笑>不是哦，对不起哦，我太气了、哦。我操，他怎么直接扫眼？干！我在哪你都知道，我一个沉默。 再来！啊！听无缝的搭配。啊，西恩，我知道，刚那颗头是我的错。如果下一次同样的机会再摆在眼前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的再拿下他。妈的，真是穿高跟鞋就怕你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抱歉。嗯，我这个奶怎么样啊？ 等等等等等等等，西恩，西恩，西恩不是。我们做人要懂得谦卑，好不好？来了，我们手榴弹喽！哎，不用，喜欢这个设计了。哎，好，最后一把，不戳。刚刚太戳了。 刚被沉默到了，你他妈吃什么怎么香啊？麻薯干面啊！干你鬼巴、啊！你不觉得这样看实况最爽吗？白痴哦、喔，你他妈在看电影哦、喔！<笑>来了，西恩，我来了，不要怕，奶妈随时在你身边。不，西恩哦，看到你过得如此好，我就放心了。